你为什么拿小小阿Jim的礼包？你干嘛躲起来？哦，大叔叔来抓人哦。Hello，Hello，Hello， 赖妹妹，赖佳瑜，赖佳瑜。什么事？你被抓到了。Hello， 你又被抓到。哎，你那个包包不可以倒过来放，等下东西掉出来了。好，赶快把那个包包还给阿静，里面有重要的东西哦。